平哥现在要干嘛呢？嘿，跟平哥走进去看看。哎，割了菜，搞理财，今天晚上哦要包水饺，呵呵，哎，很大颗哦。这个哦，这是雪脆的，平哥把它刮起来。哦，很重哦，那平哥自己种的哦，很漂亮哦。呵呵，包水饺最好吃，尤其是吃火锅最好，呵呵，脆脆啊，很甜哦。平哥哦，要多采几颗，你看看，哈哈，里面都还有虫哎。平哥都没有喷农药，可是哦，有喷苏力菌。你看看，这个是虫咬过的，呵呵，你看看，这还有看到虫的大便呢，好，哦，哇，你看看这里有一只虫，呵呵，很大只哦，有看到吗？把它丢掉，哇，你看看，这只虫已经羽化出去了，已经变成蛾了，然后一直吃，它吃剩下的就平哥吃。这个包水饺很好，再一颗，这颗很好，哇，你听到了它的叶子的声音，都很清脆哦，这个哈，哦，给鸡吃最好，可是哈，哦，平哥没有养鸡，你看，采了3颗。我们回家包水饺，这个可以。我们，哦，来买猪肉，我们要包水饺用的。哦，少年嘞，你袂歹嘞，你这敢是问题哦？问题啊，要问题哦。哦，问题哦，安尼对啊，做卫生嘞，安尼我讲吼，我用3斤火腿哦。啊，我要包水饺用的，啊，让我加加的，好，哦，下面人安尼袂歹，好，哦，不错不错。啊，这火腿肉无紧的哦，无紧的无紧的，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包水饺，嗯，
你看看平哥戴手套，因为平哥工作哈，手哈这个指甲哈有点脏，不好看。现在妈妈在切菜，不要说平哥没有工作，平哥要来磨姜啊。王友说平哥都没有在工作，都负责吃而已。哇，这要磨很多嘞。换平哥包水饺了哈。夹紧，平哥包起来，很漂亮啊、哦！哇，热了的，好了，很漂亮啊、哦！呵呵。再包，再包。大颗的，平哥哈，男人的手粗卡粗手啦。
肚子饿了。哇，水饺好了哦！你看看，自己包的水饺，自己种的菜，吃的哦，最放心，现包现煮。来，平哥来吃给你们看，可是这个哦，很腥哦，要小心。哇，第一颗哦，先吃盐味的，哦，小心不要烫到。哦，雪脆哦，包水饺就是那么清脆，那么甜，哇！我吃妈妈包的水饺哦，吃了很多年了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这个哈、哦，我们已经有调味过了，也不大需要哦蘸酱。可是哦，一样，您可以蘸酱看看。蘸酱会比较甜一咸一点点呢，哦，这个人的喜好了，你要怎么吃都可以。还是一句话，好吃，很满足哦。等一下哦，还有煎饺哦，赶快去看。那边煎饺快好了，哇！现在平哥在吃。
剪脚也好了，哈哈，你看看我们的尖角现在都反面，哦，你看看，哇，你看看尖角好了吗？顶哥把它翻过来，哇，很漂亮哦。这个哈、哦，第一颗还是一样，不要粘脚。哦，烫烫，嗯，哦，还要呼一下，还是很烫。哦，烫烫，卡壳卡壳了，哇，还是很烫。嗯，哦，真的很好吃啊，可是很烫。哦，平哥哈、哦，再来吃一颗，沾什么酱呢？酱油膏。看看，哎呀，很多早餐店都是这样的哦，也是沾点酱油膏，呵呵，嗯，还是烫，嗯，这个煎饺啊，一样呢，还有一点汤汁，嗯，哇，很烫，大家哦也可以哈、哦，在家里自己包水饺，自己煮。吃的哈、哦，会很放心哦，比较安心哦，又简单又好吃，啊，家里哈、哦、一家人这样吃又和乐融融，哦，很幸福哦。呵呵等一下哦，他们现在还在包，等一下他们我这一家人哦，全部都在吃水饺了。哇，很烫，哇。就放那么久还那么烫，哦，这个哈、哦，我们不是专业的哦，只是自己吃。我们家的小孩啊、哦，最喜欢吃妈妈包的水饺，呵呵，尤其哈、哦、是平哥自己种的菜，哦，这雪脆哦，最好吃，哦。有时候工作回来哈、哦，让家妈妈哈、哦、煮个水饺给平哥吃。哦、这就变成、哦、平哥家的传统呢。有时候小孩子、哦、下课回家啦，或者是工作回来、哦、妈妈也都是一样煮水饺给他们吃。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。好了、哦、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、哦、拜拜。平哥在吃，很饿呢。好吃。